谢谢蓝勇士给我们带来非常快乐的歌曲哈，非常快乐的笑容。那现在我们看到舞台已经做了重新的布置了，那接下来各位将欣赏到的将是我们购物节的闭幕演出《时光魅影气球艺术秀》，让我们随着我们的各国的艺术家们的带领呢，共同来进入这个非传统的艺术享受，共同来拥有这个美好的梦幻的夜晚，请欣赏。当森林流水大地，金属和火焰这五种力量融合成一体时，地球便充满了和谐、平衡和勃勃生机。这些力量塑造了多样化的世界，包含了爱、仇恨、创造与毁灭。在人类的童年时期，混乱曾经一度统治着大地和人类。这个故事讲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类的漫漫旅程。它将森林、流水、大地、金属和火焰融合为一体，这样他慢慢地懂得了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奥。故事是这样开始的。
Thank you.
的。
Come on!